快来人吧，饿死我了！臭皮皮，烂皮皮，王，我这么相信他，想不到一出是反手就把我卖了。小熊猫想不到你是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，从我爬到社区来救你。咦，我好像听到皮皮的声音，不过皮皮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肯定是我太要出现幻听了。痛不痛啊？觉得痛就不是幻觉了。啊，好痛好痛！臭皮皮，还真的是你，你都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居然还打我。我这不是听到某人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吗？心里还有气，我就赶紧前来喽。而且当时那情况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我怎么能逃出去？我不逃出去，又有谁来救你呢？哦，想想也对哦，别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知道就好了，快藏上火箭背包跟我走。等一下要是被小飞龙看到，我们就都凉凉了。哦，那快走快走，好几天没吃东西，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就出去大吃一餐。悬崖上的报警怎么被触发了呀？难道小熊猫要越狱？我得过去看看。What? 又是你这个死皮皮，你这一次别想跑了。小胖子快跑啊！你们给我下去吧。哎呀，火箭背包怎么用不了了？用悬崖来囚禁犯人当然有它的道理啦。其中一个就是悬崖附近可以净空，另外一个就算是掉下去也不会有事的，只是会去到另外一个更高级的牢房而已。钻石大陆最大的坏蛋总算抓到了，接下来我就可以计划去哪里度假了。小胖子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。嗯，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难道是传说中的地府？皮皮，是我害的你，如果不是来救我，你也不会狗带的。你太虚了，而且这里也不是地府，传说中钻石大陆有个很隐秘的监狱，我们所在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监狱了。传说的监狱，我不要待在这鬼地方了。先听我说完，虽然是传说中的监狱，但是这监狱里面有一件神器，找到那神器就可以出去了。这里有两条通道，你去左边找，我去右边找。